现在，如果你在旁边，看到黑人跟范范在吵架的话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绝对是站在黑人这边的。我问你怎么处理，没有问你站在哪里。怎么处理啊？我会先冷静观察，嗯，站在冷静，然后。啊，他们常常在我面前吵，都是、啊、哪有啊？原来你跟范范其实这个感情走得不是很顺遂、啊，只有一次。黑人的脾气很好，所以，你说很多吵架的时候都是黑人在让、啊嗯，那只有一件事情是黑人不会让，什么事？就是有关球方、球类、篮球方面的。那是有一个故事啊，什么故事？讲讲。打那个李文元杯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推下来不打那种职业赛，对，然后就打就是业余的上班族那种好玩，但是竞争还是蛮激烈。是。然后冠军赛的时候，就也不是冠军赛，是晋级很重要一场比赛，我就带他一起去。然后因为需要很多观众吆喝，嗯，我还找了光远。王宏也去，他们在底线负责那边吆喝，然后我就带那个范范去啊，然后每投进一球，然后就会去看一下，就带女朋友来范范看一下，四目相对一投进，然后四目相对说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子？我觉得很难过，应该是巧合。然后第二球再进的时候，哇，很帅，拉杆，这个难得，然后还在看帽子，然后整场比赛从上半场到中场。他都在看我，所以那一天我肯定他应该是要找工作，连求职栏都看了，你知道？我很气，我中场受不了，我就去说，抱你回来说，你太让我失望，然后我就走。然后这时候哥们就来安慰啊，因为我会影响情绪。接着说，对啊，对啊，现在打又不要带他生气气。他们在，因为他们在有看到光源啊，不用他们在一就一直叫叫一叫，看到哎奇怪他怎么不叫？他是不是觉得那个不够刺激啊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他觉得无聊、无聊。然后后来王宏恩就怂恿了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在部落这种女孩子哦，带到急诊室打。”直接带到急诊室打，这样你不用再打119啊，马上哦，马上救。打自己还问你健保卡有没有带，不然还要回去拿健保卡，麻烦。然后我们两个，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东风旁边吃老虎面，然后两个在谈论这个事情说。这种女友，不要跟她客气，打输的话打水沟里，然后就讲，早上才找她起来，再去洗衣服、煮饭什么。然后那个东那卖老虎面老板娘那包水饺在那边偷听，听得很生气，拿那个，因为我们在开玩笑，不知道她也很认真听了，然后拿那个勺子丢在那边，就这样变态，她就走，不理我们了、啊。因为我们要开玩笑。哦，真的哦。如果说很多女孩子听到这个就会生气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因为她不知道你们在开玩笑嘛。对啊，如果把她当真的话，那她太那个。你看范范一个这么漂亮，你还被打到水沟里，我打起来什么画面？打那边捡瓜牛啊，那就打完了。那重点是那天晚上。就黑脸就因为要去找范范，他已经跟我讲了，我先讲完了说那个方式要怎么处理，他就说我等一下去找范范，我说我跟你比照早上那个我们讲的办理，先去一拳就打下去，不要管，先打下去。他说黑脸说好没有问题，伤到我第一生命的家伙，我一定要处理再讲，我就好处理完打给我，他说好，结果那天那个11点多了，他打过来就这样，我说怎么样。我助理啊，我说那你怎么处理？他说，我看到他哦，先跟你讲对不起。他就先道歉，我就先挂断你，训掉了，训啊！我是当你好朋友，能跟你分享，你现在跟普罗大众在。没面子啊！就是男人当兵，枪都被摸了，哦，还不责怪他，哇！在哥们面前，哥们面前保留。哎，他剪掉了，剪掉了，不要，不用剪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你也讲一个你看过他最糗的事。就是我们要去寮国嘛，然后必须到泰国转机，然后在曼谷机场的时候，就因为转机时间很长，要等待，他附设那个马杀鸡啊，然后说，哎，泰式，要不要麻一下 ？OK 啊，纯的，然后。我们就找马杀鸡，找一找就泰式的，因为不大了解状况，就分隔间，隔间就有一个屏风那个隔着而已，然后就看到有那个袍子，他就因为他也没按过，然后说哎，哎呢状况，是要
抽到什么程度？因为要换那个袍子嘛，我说，我就想说他没按过，要不整他一下，好像全裸。我说好像全脱，他说内裤呢？全脱。然后他进来了呢，因为那小姐已经进来当中，因为我们用国语聊嘛，他说进来了，我只是脱了。我说你脱了？我说我脱了。我就说你脱了，他说早就脱好了。然后经验边讲我边在那屏幕在那看，他在穿内裤。他是穿内裤，然后小姐又拿盆子进来，这样 take off， 他就 OK， 然后他这样，很猥亵，小姐，对对对，呆呆呆，跟我这边的小姐抢两个笑场，然后他就继续按了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按，因为他们。小姐在对话，懂对在在，听不懂。然后当时那个小姐跟那个一直笑，在笑，笑场了。然后她就叫我，因为泰式要搬啊什么什么，因为搬大力的那种，你知道？我就胯下这样羞辱啊！我就觉得，不对，怎么按到那个皮都很痛的感觉？她一直这样折来折去，然后我就是跟她说。哎，确定脱光衣服，他也脱光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就觉得他眼神怪怪的，然后一直要刻意闪我的那个重要部位嘛，因为他一直摸到属膝部，可能是味道很臭还是怎么样？然后后来我实在这边按不下去，我说 ，Can I take a look？ 他说，他也想看。爬到那个。就看他的起来那个坐起来的按背嘛，他整个这样坐起来，然后你看那这边和这边之间那个笑点，还有那围毛巾呢、啊，只盖一小条在这，把它对看。后来我就跑去，因为我按比较快，黑人他们按比较慢，我就跑过去，结果黑人是还穿短裤，只脱上半身，我气死我了，就。我就在想，哇，整个那个机场，如果它是透明的话，结果我一个全裸，你知道，这个机场全裸什么？上万的一个群众来来往往，就我一个是全裸的，跟他折来折折来。从那时候我们就变成好朋友。对，那时候彻底的了解，亏欠我，了解彼此。对，因为他这个朋友，他觉得这朋友太好了，太好，太好玩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。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